进去，还得等两秒，十五，进，进，妈逼的，别他妈直接刷啊！咱们应该进去了，不然就直接刷咱们赢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应该是进去了。这我觉得肯定会进去的，打不这个不切还少了一分呢。虎阵可以可以三攻，哎，点点，我跟你说，他是马开的，你要宝宝给我顶大金的，我点上大堂了。点点点，报警单呀！我点地府飘的。哎，地府中。这给我法器。你也是神马开的吗，小王？没有。你不是神马开的？嗯。我操！社会啊，我日。他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我是王俊开场的，二龙戏桌，他也都不道理。我操！合计、哎、我给他龙宫了。龙宫是左边还是右边的来着？有那个魂龙，那个阎阎王神，杰哥，你宝宝拉法器吧。杰哥得宝宝拉吧。嗯，只宝宝最行的吧，比较慢，不然怕被锁了。哎，不想碰宝宝拉，小宝，你宝宝拉。哎，我拉了，我他妈不。拉腿直接出不了手，其实我发现小宝宝一大能快。就是怕点了第五刷一下就死不了了。对面是真的啊，有点社会啊，对面。还行。我这个护盾给你套怎么样，小王？闪现护盾，你知道吗？闪现接的盾很强，抓紧把它磨成重点了吧。来，可以。闪现，你宝宝要给乐哥吃的。小飞得交治疗了。他们这把包是地府放特技的，这他妈不是地府放特技吗？给我立正，对吧？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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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我这个王俊一榔头拍死了，看着。阿奇他们有打到吗？行了，你放的斧头是吧？没打没打。你刚才不懂我野兽了？抱枕把我忘记了。放了两万块钱。
我操！点点捕捉，就继续点点天空，我们要死亡了。哎，再把他捕捉够了，他可以拉了。嗯，得挂死亡天空，点天空点。嗯，点天空点，六哥。先把这单据点到大盘。我昨天给银行老师我霸总，单边加大单就行了。阿七，走吗？你们出哪个号？还是全用紫禁城的号？不出武德吧。你们行，来吧。那你先去加点吧。你打了是吧？破三路。不打了，先。因为这是我们的作废。点个宝宝手下龙宫，完了大人，两一只回走了大人，牛逼啊！还点了大红挂了吧？说啥呢，兄弟？说啥呢，兄弟？我看你宝宝打不打这个法系，我就知道你点谁挂的了。你别装逼啊，飞风！他是死亡宝宝。啊！我死亡宝宝给小王顶血了。一可以的，很帅。把普陀弄了吧，来，无间，来把摄魂吧。无间，哎，你摄魂普陀啊？没带毛。你摄魂了吗？你没带毛，你打 PK 不带毛是吧？打 PK 不带毛是吧？毛多贵呀，浪费。给我玩摄魂是吧？可以。我操，直接刷出来了。来，我加好了。
有点大了。对，波澜一下。波澜法师。我操，他妈的怎么这个颜色？因为那个是我台哥的。我操，没顺死。没事，再重挂上。小飞，你这宝宝属性加的太不暴力了，这我加的绝对死了。对，那就是加的暴力，这是我加的。他妈5000多血的须弥都来了，我操！我们须弥一万二血，龟速须弥。我家的须弥都3000血。你给弟弟挂小锁吗？我挂普陀了，挂普陀了。直接扫屁股就好了。你是干嘛的？我好像不应该换须弥来的。哪种高龄的高龄耐攻啊？我这只应该是第一吧？啊？那感觉你这是保底的。保底的。这帮舔狗，两个大舔狗。我这只本来就是第一，还有比我这只狂的吗？1650。大家打了没？我们都传过去了。我教练了，我开始了，打一下，我先打一下先，录进去，先排一场随便。对，是时候干排一场。快点快点，78号房间，密码123，进来。高地了。进来好了没？快点。密码妥了，我操。密码多少？啊，123。多少房间？我去你妈！没气了，好奇怪啊！你房间，你知道今年怎么了？我看就没73号房，你知道吧？72、74、75。我说的是78。反正78，我说73。我说78。乐哥，打完以后成为区里，咱们直接去打监会啊，乐哥。我靠！国子监今天没有打，他们听说国子监的指挥是 Seven 哥，没敢打。那个宝宝，啊，他这个宝宝也很高。没多久，你打了吗？打完了。
有很大的队吗？我看一眼啊。有一个王者队伍，王者级的队伍 ，CC9096 你男不是转农工了吗？是吧？你男，专打傻逼情侣在的是吧？行。专打傻逼情侣在那边开号吗？应该是三哥。应该是吧？那肯定在呗。还弄那个傻逼情侣。傻逼小鬼，干死这个傻逼！当时啥呀？多少多？两。你当时啥呀？今年？我们大唐。